间109年7月27号下午2点47分，由士官长柯正忠中士林明祥带领挖蛤蜊民众返回岸基。所长率领安检人员至岸基使用巡逻机车嗡鸣器及手持式扩大机，能老翁互为所动，眼看海水越涨越快，研判一个小时将满潮。为了避免老翁发生危险，所长立即通报林兆派遣救生艇，并带领同仁携带鱼雷浮标徒步涉水前往救援，最后安全把老翁救上岸，结束一场可能发生之意外事故。所以你要困的话，就回来啊。